上飞了，先哪个鱼啊？转起来了。这个一个。然后呢？稍微往后再。稍微往后一点。这个是大的，小的。这是要不要收五厘米？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多少钱啊？小朋友往后再一点。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大概在五千。这个呢，要卖给我吧？啊，这个拿回家干嘛？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哎。妈妈就这样立。这个图像就是可以自己设计，是吧？就是你自己往里传，抓了图像东西。啊，他们上回有危险。我天！在哪里呀？比如说，我现在拍一个就可以拍。我在大一在创业这边啊。对，录像。这个要是你现在卖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。这个用来干嘛呢？现在主要是商业广告，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这个上面是不是？我们上海这边，我给他做了一个 logo 的设计，所有的 logo 全都。你们注册给我一本吗？我们没有带。那你买要怎么买啊？没有，通过加微信买的。加微信是吧？哎，你能不能现场拍一个试一下？现场拍一个试一下。那个票，小朋友小心，不要往前看。哪里呀？在里面。哪里？卖任何的产品？哎，我看一下。卖任何的产品就要这个上面做啊。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啊。就任何产品都可以。材料没有带，先加上。我们如果 KTV 想小姐也可以出去在这里选吗？厉害，这个很好。你买了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